光，唔好反光啊，系咪反光啊？嗯，使唔使三个？Hello，拉个一灯啊，唔使。冇收到信喎，你美國噶，講早晨啊，係咪啊？係咪美國噶？你係咪喺美國嗰邊咧？呢個係晚上喎，晚上好喎。吃了饭啦，九点四啊！你哋大家吃了没？九点四啊，依家九点四啊，得啦。无良钱冇呃到手就唔算呃人，梗唔系啦。咩叫企图诈骗啊？喂，企图诈骗啊？你凭乜嘢要阿欣俾300万你啊？你又冇讲你点样还，系咪？你都冇能力还。嗱，当你冇能力还之下，你仲要借人啲钱咧，其实你就系唔想还。你唔想还，你要人哋汇俾你咧，咁咪即系企图行骗咯。如果啲钱汇咗过嚟，我跟你讲啊，必定收不翻噶啦。所以阿欣系好彩，佢有啲朋友即系提醒佢，系嘛 ？Amy、Tammy 都系啦，都每个月俾4000蚊俾阿黑衣水嘅，每个月啊都俾4000蚊啊。但系后屘黑衣水咧都同阿 Tammy、Tammy 讲啊，喂，哎呀呢排好棘啊，即系佢即系意思咧暗示好棘啊。你每个月俾4000蚊我都唔够啊，有冇多啲啊？即系话咁一个大男人。就問問咁多女人去攞錢啊、借錢啊，又要啲女人過去英國，又幫佢手啊、同佢生活啊，係嘛？又仲想嫁去美國，嫁俾個靚 model 係嘛？靚女有錢女喎，屌你老尾！你乞衣水啊？你都係官安咩？你以為係咁？你後生嗰時個樣咧就有啲似劉德華嘅，但係劉德華就唔係靚仔嚟嘅，知唔知啊？劉德華咧。是因为被人捧做是靓仔的。刘德华以前的样子就跟我一样那么肥的，知不知道？我见过他啦，我是无线电工，他直头掘住我啊。为什么要掘住我，知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靓仔过他嘛，我赢过他嘛。他那时候连我哇，现在一讲刘德华即是断一断线啊，即是空姐话因寂寞和不是。因那时候呢，因为是家里是有些问题，知不知道？佢因為要照顧佢前男友嘅屋企人咧，即係好大壓力。咁佢咧就需要向人傾訴。咁嗰陣時咁啱咧，即係話可以同阿黑衣水即係講電話，講過一兩次咁樣嘅。咁佢其實傾電話，佢都有俾翻錢俾阿黑衣水嘅，每次就俾一百英磅，俾咗4次，有一次係200英磅嘅。即係阿欣係冇浪費阿黑衣水啲時間，即係總之咧，佢係同佢傾過偈，聽咗佢傾訴啦，咁佢就過翻100磅俾佢，即係當係談話費咯。咁佢後屘即係可能係都接受咗嗰個現實係嘛？即係呢個係長期嘅一個工作，你照顧人咧就係啦，你照顧到佢死嗰日㗎，一個有責任感嘅人。等於我係早幾年就係照顧我阿媽，咁我照顧到佢去到100歲啊，咁我由邊一年開始同佢住咧？零。我要轉台，我都嘗試去聽嘅。早兩日由劉定基喺節目嗰度話，如果阿水升下人幾百萬，佢就唔使做 YouTube 啦，黐撚線。劉定基嗰啲邊有信得過㗎？劉定基，喂，你知唔知佢中學讀邊間啊？讀民生㗎嘛，佢自己話嘅。我學校就喺佢隔離啫嘛，我嗰間叫白特利，啊，個個都識民生嘅，唔識白特利嘅，其實就係隔離隔一條馬路啫嘛，一條東寶停寶。系咪？隔篱就系民生啦。我以前喺恒商都有同学系民生嘅，系醒啲嘅佢哋啲人。啊，仲有唔知边个都系民生嘅。最近听嗰啲网台咧，
網上就可能是這樣，沒道理沒人性可言。是啊，這個世界在搶錢的嘛，搶資源，你有機會你還不搶，是吧？喂，如果我有這麼多人聽啊，我都會講些賤格東西啊，即等啲人聽得過癮，係嘛？即我唔理得咁多噶啦，即喂，為咗錢啊，啲錢哇源源不絕咁入嚟，即你係咪越講越賤格啊？即你就揞住個良心嚟做人，好似空姐嗰啲咪就係咯，空姐即佢唔要面噶啦，呢個人即講到好賤嘅呢個人，即點似個基督徒啫？點配佢嘅身份啊？其實空姐佢係好多知識噶，佢真係佢你聽佢講嘢就知噶啦，好多嘢佢都識。今天聽完 Smart Travel 的空姐直情反感，是啊，啱啊，因為我在她不再講阿李隆基之後咧，咪好多人離棄佢嘅。嗰陣時我都冇退訂，我都繼續聽佢，因為我唔明佢咩原因，突然間見完阿李隆基咧就唔敢講。咁嗰陣時有成萬人退訂啊嘛，咁跟住佢嗰啲收視率就好差嘅，咁佢都好得。但最近佢又得過一次，因為佢嗰個正台咧係俾YouTube。停止上載和停止直播，他又是即是說有人要對付他，將他即趕出 YouTube 界這樣，那我覺得他差不多了，他如果是繼續這樣呢又淘汰一個了，跟住下一個淘汰就應該我覺得應該是日間，日間那條友真的沒有什麼料到的，即是你黑衣水還有把賤嘴嘛，五仔都是出片出得多，還有即都是夠賤，是吧？而家啲賤人咧就受歡迎嘅，咁係咪？即係我需要賤啲係嘛？即係整個賤樣出嚟，尖酸刻薄，呢個金家人啊！我一隻手指我就攣到你啊變屎蟲係嘛？咁係要咁樣講啊！你金家人而家又係行嗰條路啊嘛，用行賤格嘅路線啊嘛，咁咧咁呢個人大家留意一下佢啊，佢係嗰個心好毒㗎，金家人。其他嗰啲咧就即係都唔係話咁毒，唔係咁陰濕。五仔咧就係想維持佢嘅收入嘅啫，因為佢而家都跌咗啦，係嘛？以前佢係呢幾個冠軍嚟嘅，而家黑衣水就變咗冠軍，所以五仔點解即係唔敢得罪嗰兩個台呢？因為佢再得罪佢兩個台，佢可能係越嚟越差噶啦。咁所以佢寧願咧就係屈黑老台係二五仔啊。舊年聽過日間兩個禮拜 unsubscribe， 專報埋啲風化案。那個友仔邊有識講嘢㗎？佢淨係識得打鍵盤打俾你聽，即係話好有型好快係咪？冇料㗎，完全都冇知識㗎。OK 仔又冇知識嘅。咁啊，五仔咧就其實佢就即係可能練到把口，而家幾叻啊！即係有時講啲嘢啊，即係有啲順口溜啊，叫做啊押韻嘅嘢啊，講兩句咁啊氹到啲人好似好開心。年青人中意睇佢呢種咯，年青人就唔會中意睇我哋呢啲啊，啲白頭髮眉都白埋，講嘢又慢，啲年青人點咪睇呢啲啊？我嗰啲睇我片嗰啲咧，有七成都係五啊歲以上嘅，啊五啊幾歲、六啊幾歲，聽歌嗰啲咧，多數係六啊幾歲以上添。咁即係各有所好咯。啊，聽八卦嘢就係年青人啦，年青人中意啲比較新鮮嘅嘢，啱佢哋嘅嘢。我哋成日講埋嗰啲舊事啊，佢哋唔啱聽。咁啊，差唔多啦。嗱，今日都聽完啦嚇。講嘢萬金九千嘅嘢就聽完啦嚇。仲有嘢，仲有啲耳音要俾大家聽嘅。挺难捉过艳仔艳女，因为之前个群你哋放咗条 link 系嘛，喺个 FB 群嗰度，我都系睇嗰度睇到入嚟噶嘛，所以应该群啲艳仔都系喺嗰度入嚟，除非炸咗个群去重新再开，你哋识得嘅人先至可以入嚟，咁啊，有办法咯，如果唔系咁点捉啊？佢唔出声噶喎。喂，大家冇話喎，而家河馬個指數真係高喎，好似而家你開咗 YouTube， 基本上好人好多講河馬。我問朋友你點樣入到去河馬直播嗰度？冇啊，我一開電腦啊，睇到啲人講啊，嗰啲河馬嗰啲YouTube 嗰啲講河馬，跟住我咪打河馬啦，跟住睇到河馬生活語錄，
跟住我撳入去咯，撳入去我又見到咯，係啊，見到跟住咪聽到佢講咯。而家河馬嗰、那個都好犀利啊！佢而家又 hit 翻嘅啦，而家又我覺得河馬而家好似紅翻，因為我朋友都唔睇河馬嘅，都竟然可以入到河馬生活娛樂嘅啊直播嗰度嘅啊。订阅嘅，你话奇唔奇怪？你话奇唔奇怪？我朋友都唔睇河马嘅，都会打开电脑好多 YouTube 都系讲河马，跟住打搜寻河马就出咗个河马生活娱乐啊，跟住佢再 click 入去啊，就已经睇到河马直播啊，琴日嘅直播唔知琴前啲唔知几时嘅直播，跟住佢就睇到今日嘅直播，你话奇唔奇怪？真系噶，炸咗呢个唔，就算唔炸呢个群，有啲要讲嘢嘅，咁咪拉翻啲会比较成日讲嘢嗰啲人再开个群咯。如果唔系有严仔都几麻烦，虽然话唔使惊佢啫，有啲嘢俾佢知，有啲嘢俾佢知得噶嘛，我觉得咯，我个人。好似有啲嘢之前揾佢玩鸠去报警啊，嗰啲嘢唔俾佢验仔知得噶嘛，嗰啲嘢咪唔可以喺度讲咯。费事啦，冇必要嘅呢个真系嘅。佢你无论点开，你开得越嚟越少群咧，其实冇意思啊。大群咧会吹水俾大家知足。收到啊，叮当。而家睇下河马直播食嘢，嚼嚼声，姿势又冇人教啊！食嘢唔可以食出声啊！呢一种礼貌嚟嘅，我哋去啲会食嗰啲会啊，真系会俾人话噶，嚼嚼声好似啲猪食哨。冇错冇错，秘密嘢试下讲，舒服啲。冇错。可能大家同佢分析都唔一定。其实你睇下，我都觉得奇怪。我哋谂住警察捉到佢，佢会留低，点知佢又留唔到啊？点知你会讲啲乜嘢？系佢又冇事咁出翻嚟喎。河马个小号应该系人哋拉入嚟嘅，咁即系有两支针啦，冇理由河马自己可以加到入嚟噶嘛。呢度讲嘢讲嚟讲去都系有一班人嘅啫，佢又拉翻呢一班人，跟住再靠啲熟人拉翻佢落去，我觉得系 OK 嘅，因为依家俾佢播出嚟，佢就依家用翻我哋依家呢一个招数，我哋过去嘅嘢啊嘛，佢依家等于佢依家直播都冇嘢讲噶，佢又播翻你哋嘅嘢出嚟，即系其实佢就系呃，即系话佢系讲得有嘢爆，系俾更加多人觉得人哋虾佢。因为他播的也都有在 YouTube 啊，或者在抖音啊，或者什么东西是你们搞他，他有了所谓这里的所谓的证据，其实这不是什么证据，在网上个个都这么勾引，个个都是这么屌勾他，有什么证据呢？说真的，他是真的个仔敲到没人理啊，他是真的有钱啊，人哋真系住酒店喎、啊，最玩紧嘅嘢咧，其实就系我哋觉得佢咩啫，但系佢玩紧嘅嘢系我哋唔知嘅，所以佢依家都好小心。你最多唔系大不了知道个酒店啫，但系你唔知道佢下一秒去做啲乜嘢，佢幕后一定有啲人嚟帮佢嘅。我今天都说了，是啊，他的节目没有放，他放查我们群入边的聊天记录，他自己跟你们听我那边，如果得的话跟 YT 那边投诉说他死了，不要紧，因为他的那些什么放出来的东西叫他死，不要把钱过来给我们，把钱过来给我们群入，扑街的话神的，叫他做直播，他放在人家群入边聊天记录，那些不是他说的。你不要说啊，做鸡有人要的，曾经真的我在英国的时候呢，我都是做妈妈散的，你知不知道？我在英国的时候我都带女儿出来做事的，而且很多都是他出来，我不是说什么了，很多都是大陆的四五十岁走出来做的，
因為在大陸咧窮啊，有些地方是鄉下嘛，有些咧就係有啲有錢嘅，同老公離咗婚，冇一技之長，咁就去到英國做啦。咁開一間廠冇幾多錢嘅咋，最多係幾千磅嘅啫，租間屋。咁跟住咧，嗰啲女，我同你講，全部都四廿幾五廿歲都嚟噶啦。我最高紀錄一個五廿五歲，哦，我唔知道收唔收到經啊嚇。但係咧，我就知道人哋好似八兩金咁紅嘅，啊，人哋都晚晚嗰啲客都排隊嚟揾佢。真係以前咧，我喺英國嘅時候，講緊係十幾年前啊，十四年前啊，我帶嗰啲女好多都大陸啊，全部都係喺大陸過到去英國。跟住出嚟做咗之後咧，即係做咗之後，跟住溝個鬼佬結婚攞身份，跟住就離婚，好多啊！我識得好多啊，但係嗰啲我係尊重佢嘅，因為佢知道自己要啲乜嘢，佢知道自己要身份，啊，佢靠自己雙手去揾錢，大佬瞓低都唔係咁容易噶。但係我呢啲全部都係好朋友，哦，都係好朋友。都不可以说人家什么，但是人家真的靠自己瞓低的、哦、你靠自己瞓低都没什么所谓的、啊、我们不会鄙视他的。你、最好如果得的话就撤回了，因为、我的号码会播你那段你这段语音出来，因为今晚的语音被他播了出来，今晚我们人哋咧，佢呢班嘅組織團伙咧，喺度搞分化嚇、啊，搞大陸同香港分化。你哋聽下佢哋講啲嘢啊！啊，我同你哋講，因為有啲人咧，佢可能係落咗香港。咁嘅地方，但系佢唔系一心系喺嗰度奮，或者系喺嗰度生活噶。佢真系為咗攞福利嘅咋，佢會翻翻內地嗰度去食玩瞓噶，好多都系咁噶。澳門呢邊都係啦，大把啲落嚟攞嬌咗屋啊、剩啊，或者有啲冇屋攞啊，跟住攞嬌咗福利啊，每年派錢或者乜啊。咪又係翻珠海消費，咁講真，你落嚟做乜啫？你係唔係你都喺嗰度住噶啦？咁你點解要落嚟啊？對我哋大陸嘅人好有偏見噶嚇、啊，再繼續聽佢哋呢班搞事分子嚇，係點樣搞我惡搞我嘅？咦，河马二十号翻嚟香港，咁我计划下星期佢知道翻嚟香港，我就翻上大陆玩咯。我真系唔抵得颈啦！美国有咩威啊？你知美国负债嘅国家，美国领先噶，佢自己都冇呢一个黄金啊，储备金喺度啊，猛咁印银纸啊！其实美国经济危机系最犀利嘅，其实。有咩好啫？美國450万先可以買兩間40年樓嘅私樓，仲未計所有費，其他垃圾費喎。450万好少錢啫，喺香港40年私樓啊，都要300个啊，河馬你冇發曬。冇啦，300个喺香港濕身税嘅咋，仲未計垃圾費啊！就好似我初頭即係有啲未喺呢個 group 嗰度嘅時候，五月尾嘅時候喺其他 group 嗰度，我已經係講佢係講，我覺得已經係講中曬噶啦。
開頭啊攞100 ，OK， 蝕下蝕下咁搣下搣下咁樣，咪450咪冇叫曬咯，分分鐘。如果真係喺佢手上嘅話，2年渣都冇啦。我同你哋講，因為有啲人咧，佢可能係落咗香港，又或者落咗澳門嗰啲咁嘅地方，但係佢唔係一心係喺嗰度。澳門呢邊都係啦。各位，其實你知唔知阿周老師嗰啲課程係咩嘅課程啊？其實嗰啲就係洗腦過程嚟嘅，好聽啲就叫開發潛能，其實就洗腦嘅啫。所以咧，特別好似河馬啲冇乜，即本身讀書唔多，同埋嗰啲人咧係中曬毒嘅。覺得上佢上嗰個課程，哇！任何一句説話都係正確嘅。但如果日有學識嘅人咧，就發覺好多漏洞噶嘛，嗰啲説話，所以佢哋唔會理嘅，佢全部俾人洗曬腦噶啦。佢哋嘅所謂潛能開發咧係點咧？即係佢會話俾你聽啊，每個人真正我哋自己平時係放到出嚟嘅潛能咧，係可能得5% 嘅啫。但係咧，你哋需要一把鎖匙。如果你上去的課程咧，佢就會教你，會俾呢把鎖匙俾你，你可以將你腦袋裏邊嗰啲有剩低落去95%嘅潛能都釋放出嚟。一釋放咗咧，哇、啊！完全個層次又高咗，跟住你唔憂鬱冇錢，同埋心理上你已經贏曬人哋噶啦，就咁、是、樣嘅一個課程嚟。我記得周老師咧就喺個 Facebook 嗰度，跟住就加入咗撳落去，唔知係寫我啲微信資料啊。跟住過幾日咧就出咗嚟啦，跟住咧有一個周老師嗰個助手，另外就你講緊呢個周老師係有人冒認嗰個真周老師，好多人嘅400多人啊，我都咁多人冒認啦，冒充啦，我係取消咧，因為點解咧？我退出唔到，因為可能佢係商業嗰個模式啊，我要 WhatsApp 啊嘛，幾難退出。我話你再唔踢走我咧，我就舉報你。我都俾好多假嘅周老师加到我微信添啊！我个真周老师边有加得到噶？我问个车祸律师啦，冇用啊！我哋啲录音咧上唔到庭嘅，都系全部假设性嘅，倾偈咁倾嘅，就算点样手手脚脚都好啊，因为未发生啊嘛，系假设性嘅，同埋嗰个人系边个咧？无名无姓。系咪先？所以冇用噶。仲有可能阿周老师啊，佢阿何柏老师教佢啊，话嗱，越多人咧反你咧，你就差唔多成功噶啦。你就要越强大，越搏佢哋，咁样你就啱噶啦，唔使理佢嘅，继续讲啲道理出嚟，总有一日你会感化佢哋嘅。头先我同阿水哥讲咗啲嘢，一阵到时开直播听听。啊，我叫阿水哥啊，讲咗啲嘢俾阿水哥知。佢上次咧去个医院咧系几时噶？佢咪话佢老公抽咗几桶血咁啊嘛？其实应该要睇报告噶喎。上次应该1个月前嘅事嚟噶啦，睇报告嗰次。艳仔，好快你就报应啦！睇路啊，艳仔。各位，我瞓咗一日啦，发生咩事啊？啱啱开水哥听，点解我哋呢度啲对话会上咗去阿河马嗰度个直播嘅？咦，佢星期二翻落嚟香港咯，即系。其实想想啊，7月13日晚嗰日，其实唔应该帮佢报警嘅，屌个老师，应该俾佢派出所度过咁解，派出所王庆米松就系住佢。水哥又消费我哋，赚到钱要分啲俾我哋啊！但系我哋轮流打电话去阿水哥度封烟佢啦，轮流啊！一人讲几句，直接讲嗰个啊，系嘛好个波啊！我都喺 Facebook 见到啊 ，QR code， 跟住扫入嚟咯。继续听。你好卵惊啊！要喺警署嗰度，
叫我哥嚟啊！叫你好撚驚啊！叫警察庇佑你啊，保護你啊，屌你老母賢仔！冇膽匪女，有膽咪約我出嚟，唔使去警署嘅，警署做咩啊？拉鳩我啊？啊，係咪先？你驚啊，就去警署，即係意思就叫我去警署，你驚係咪？啊，叫我去警署揾你，江湖是江湖了，係咪先？屌你老母臭閪，屌你都唔得噶，發撚賤。跟住約你哋去旺角警署或者尖沙咀警署見面。河馬但係依家喺羅湖派出所喎，咁佢不如直接過嚟羅湖派出所，咪直接啲咯。順便見埋河馬唔得咯，監隊做咩？嚇！屌你老母啦，勁啊！屌你老母啦，我實揾到你個嫌仔，成排。好撚驚你嚇，好撚驚啊！要走去警署叫我揾你，你嚇，即係叫警察保護你啊！屌你老母臭閪，你佢就係驚，所以先約你去警署，就警察綁住佢啊嘛！屌，曬鳩氣，曬鳩理佢咩？科技論傻啊！佢啲咁嘅人，咁樣都仲話睇唔過眼。幫河馬，咪同河馬一鳩樣嗰啲人，使鳩你佢咩？咦？講我啊？我講咗啲咩啊？要約我去旺角警署啊？我都唔知道我講咗啲咩係需要去旺角警署咁得意喎，真係。喂，嫌仔，而家你激我把火啊！我聽日就去房署嗰度打個電話，跟住 send email。了解情況，點可以開個先例？結咗婚唔加名，房屋署基本上唔等你攞翻個四百五十萬，你個住址攞翻四百五十萬，喺應該喺你喺短時間內唔加名咧，啊，就簽出通知書。而家你加深我個仇恨，啊，我聽日就打電話俾房署同埋 email 俾房署，要阿局長啊、處長嗱嗱聲搞，要俾個市民交代。如果你咁啊開咗先例嘅話咧，講真一句，咁日後嘅話咧都唔使加名噶啦，結咗婚係嘛？而家係咪啊？你個住址係咪得個四百五十萬？所以就唔肯加名住啊？啊！之後咧就先搬出去啊，冇可能嘅，不可能啫！啊！我聽日再聯絡呢個房屋署總部嗰邊、學民聯嗰邊，直頭逼佢查完之後要攞翻間公屋出嚟啊！唔好等啊！阿何生攞翻个四百五十万啊，冇得等啊！喺短时间内啊，如果我爸唔加名啊，攞翻间公屋出嚟啊，本来我都唔算得数，唔想搞噶啦，搞房署噶啦，啊！而家你逼我要搞房署，啊！你而家你唔系帮紧河马，你而家系害捻紧佢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听日再去房署，房署。搞鳩啊！佢個住址啊，河馬，大佬查乜撚嘢啫？係咪先？佢唔加名就嗱嗱聲收佢間公屋，係咪先？有乜可能不加名啫？因為你個那個條例就話啊，結咗婚就要加名噶啦，最快時間一個月內。而家幾多個月啦，大佬？係咪先？啊，仲未收樓嘅，你嗱嗱聲叫阿河馬啊，加翻個名。呢个系大众市民嘅要睇嘅结果。听日咧就揾我嗰个车会嗰个律师马律师啊，睇下点样玩鸠啊阿河马。听日去房署怼鸠佢，查咁鬼死耐。最好啊，叫嚟怼埋我啊！我喺台湾啊，等佢啊。哇！佢如果真系够姜嚟台湾就好玩咯。是啊是啊，我听日先找马律师啊，我的车会有个马律师，看看怎样，跟住再何文田房署总部那边有电话的了，我已经是啊，跟住看看怎样样 send email 啊，直头即是同意找他交代下，为什么会查那么久？你基本上如果你开了先，是不是个个都不加名啊？是不是迟些加名啊？一路拖，没得拖的，政府做事是不是？
應該咧就睇下揾同事過去嗰邊，佢嗰個清信樓嗰個辦事處問一問個區長，因為咧每個照我個朋友同我講咧，每個公屋咧佢有個辦事處，跟住有個主任係負責每層樓嘅嚇。佢嗰度咧有個主任嘅負責佢嗰層清信樓啊。附佢嗰有個區長嘅，有個主任嘅，佢負責嗰層樓嘅，就要問下個主任，究竟啊呢一、這個2511啊葉秀亭嗰間公屋啊點解查咁耐嘅咧？係咪先？你如果咁樣，咪開咗先例咯。啊何生咧就要等個450万先搬出，冇可能咁樣啊嘛，係咪先？啊，佢再唔加名嘅，基本上要出封呢、這個。啊！簽出獨資書噶啦，要跟住再將個情形啊，同嗰個區長講完之後咧，再交火處總部嗰邊。有啲人叫人哋做乞衣，但係咧就一個就坤咗幾廿萬，一個就坤咗16万。唉，嚇16万外人成日都叫人乞衣，你咁高調。你是咁高貴的話，你就不用黑人哋啦，黑個黑衣16万，你啊真係正臭黑衣啊！即係打電話俾個區長，佢住嗰邊區長，睇下打電話邊個負責嘅清信樓，邊個負責清信樓嘅主任，跟住就同個主任同佢講直接對話，跟住再打去房署總部嗰邊，係啊。咧？乞衣兜嗰度揦飯食米就係嗰啲人咯清信樓25楼11室，即係揾個區長嚇、啊，每一區都負責嘅，睇下邊個區長問下打電話佢邊個主任負責清信樓嘅。我本來算噶啦，燕仔啊咁撚講嘢啊，等。啊！我識做嘢噶啦，嚴仔啊，咁樣係害你個主子嘅啫啊！更加唔好話我啊，提醒你啊，你經歷過把火，更加係害你個主子啦，更加快冇公屋嘅就同你講。佢又就打去清信樓，邊個區長負責嘅啊？打去個辦事處嗰度，嚴一日係嘛？你咁撚講嘢啊！得我識做啦，等於害你個主子又好。我喺呢度熱心嘅工友睇到個 Facebook， 跟住 cap 圖俾我睇，真係慶我難雞啊！呢、這個嚴仔冇啊，可能阿河馬對阿火麒麟哥念念不忘啊，因為之前對阿麒麟哥啊，完全幻想破滅咗啊，因為佢本來以為阿火麒麟真係中意佢，真係愛佢噶嘛，點知？一下子原來是玩鳩佢嘅，哇！佢好嬲啊，而家，所以又愛成恨啦，所以而家特別啄住火麒麟啊！佢啲人真係好有妄想症嘅。你好，各位你好啊，局姐啊，真係好彩佢熱心，我都好少睇 Facebook 噶，熱心嘅工友啊，呢度嘅工友 cap 圖俾我睇啊，叫我喺警署嗰度約警署，屌！我话明想，我话明话要做你啊！你梗系惊啊，走去警署嗰度啊，要警察保护啊！江湖事江湖了啦，江湖出呢个追杀令噶啦，讲真一句。系，嗰啲录音，我哋呢度啲录音咧，佢好中意攞火麒麟啲录音攞出嚟放噶喎。系啊 ，Andy 哥你都有啊，我都听佢把声啊，大家姐都有啊。個個都有啊！那個阿啟都有啊，個把聲，連阿谷姐都有啊，連阿谷姐都有、啊。有，我都聽到我講嘢，但係佢真係播你嗰啲，可能你講得特別多啦、啊、但係佢成日都揾咧揾你嗰段，我講好多嘢嗰段啊，先放先嘅。我同你聲明啊！我同你哋聲明。我是很爱何太的，我是火麒麟，我不想他自刮坟墓，嗱嗱声想拉他一把，我重新声明，我爱叶秀搞事分子好狡猾的，
好卑鄙，好狡猾。阿奇敏哥有冇谂过个金屋藏娇咧？叫阿河马揈开只馅白跟你一世啊！好埋个鱼啊！好，你好，我叫火叫你火麒麟，火麒麟。系喎，火麒麟肯定啪啪声啊！佢咁多肉。哦，原来嗰个叫做 Yoyo 贴布出嚟嘅。我屌你老母啊 ，Yoyo！ 屌你老母啊 ，Yoyo！ Auntie Yoyo， 屌你老母啊 ，Auntie Yoyo！ 原来系你，你个仆街。啊！而家揾到一个，揾啊，有人帮我揾到一个叫 Auntie Yoyo。是 YouTuber 嚟嘅，咁啊打呢个文字长文章出嚟嘅，而家画紧佢，你睇下睇下，呢条友系帮阿河马 ，Andy Yoyo，Andy Yoyo 出嚟嘅，屌你老母，知道系你啦 ，Andy Yoyo， 即系真系好卑鄙啊！所有之前我哋嘅人，佢都要去加害人噶，呢班咁嘅团伙啊，啲黑分子啊！呢个系二控仔啊，喺嗰个 YouTube， 喺 YouTube 嗰度，头先系佢放出嚟。屌你老母啊 ，Yoyo！ 屌你老母啊，你咁帮河马，你害卵死佢啦！你而家，我听日就去揾一个区长负责清信楼噶，2511系嘛？屌你老母，而家你加速佢啊！而家同你讲收楼啊！啊！你冇俾我抄到你啊！啊 ，Andy Yoyo 啊！再揾到啲呢个 Andy Yoyo 嘅资料啦。Andy Yoyo， 你死鸠硬啊！屌你老母，你死鸠硬啊！你今次屌你老母臭閪！就算你唔系验仔，当你系噶啦。啊，喺个 Facebook 登出嚟系嘛？屌你老母臭閪！嗰一排你就知味道。人哋嗰啲系中，点讲系中性人，亦都唔系话支持我哋嘅人，即系佢哋做出嗰啲所为咧吓嘅行为咧，人哋睇唔过眼就话喺嗰啲Facebook 嗰度社交平台度，可能人哋发表咗一啲言论啦，人哋。都是啊，人家都是因为看不过眼咋，啊，他是一个正义的人，咁样，其实他都不是我的粉丝嚟噶，只不过人家啲市民看不过眼啦，人家就咁样，即系铺出啲文咁样，佢就又去抄人家人啦，去害人啦，咁个，你话真系好离谱啊，即系简直时发啦，而无物咁嘅。啊！简直佢哋呢班人嘅眼中完全系冇法律存在噶啦！喂，火麒麟，系啊，如果系呢个 Andy Yoyo 佢本身系一个 YouTuber 嚟嘅话，其实我哋最好对佢嘅处理方式就系 skip 咗佢，唔好睇佢，唔好俾任何流量俾佢。我怀疑呢一个 Andy Yoyo 系教阿河马用 YouTube 嘅，就系应该系呢条友啊！你哋真系有妄想症嘅。好啊好啊，过后我知点做噶啦，等摊冻啲少少先。系啊，我知点做噶啦，已经系查到佢噶啦。YouTube 系我自己研究、自己识得下载嘅，系咪啊？你哋成日。你无猎人，你屈呢个嗰个啊？边个教我开 YouTube？ 咁开 YouTube 又点啫？唔通 YouTube 频道系你哋嘅，系咪啊？咁人人都可以喺度发展噶嘛？你点解要做得咁霸道呢？咁黑呢？系咪啊？用黑手日日嚟加害我呢？而且仲依家害埋人哋添啊！即系是冇，即系当法律目冇到。咁对付啊，等过后先啊。啊，佢有个
email 有個佢有個 IP 嘅，原來啊，佢有個 IP 嘅啊，有個 IP 容易搞啦。跟住有個誒，總之我識搞啦。啊，而家趕住攤凍啲先。係得冇啦，已經嗰、那個佢喺明啊，我喺暗啊。不過可能要洗錢揾人查私家偵探查。找到他的少少資料，繼續再找，不過已經找到一個重點咧，佢喺邊度噶啦？啊，同埋佢個設置嗰度啊，嗰度啊，啊，嗰條女點樣處置好咧？嗰條女性嚟嘅，而家我再找人查佢多啲料先，啊，已經知道佢喺邊噶啦，已經。你回收啦，真系有依个人噶，真系有噶，你回收啦。我都讲过噶啦，二五仔，原来你系二五女，我几日前已经讲过，叫我唔好俾我揾到你，唔好俾我抄到你啦，仆街！你今日啊，自挂坟墓啦，登上去，你登上，你知唔知你啲记录啊？你嗰个登记啲资料啊？你个 I P 啊？人哋报料俾我听，我揾技术呢个电脑嗰边。啊、我的朋友、啊、上回到 YouTube、啊、看回的資料入回到服務大鏡那裡、啊啊、找到你啦，仆街屌你老母，總之不用我出手的，跟你說我有辦法對付你的，這些人就是恐怖分子咯，這些好、啊、那條是業務女來的、啊有大部分資料，現在一路再找多些資料，我错咗啊！喺个 Facebook 嗰度啊，佢留下啲蛛丝马迹啊，得唔得啊？唔够。跟住人哋叫我再揾啲 IT 高手啊，而家查紧佢。嗰啲人真系，点解呢个社会仲有呢啲人？简直是法律冇到嘅，吓、啊！佢哋依家系加害我，系逼人哋房屋处做嘢喎，啊，啊搞我喎，加速收我的公屋喎，啊要人哋房屋处仲要佢教嚟做嘢添，你话咁黑暗嘅，我话姑且睇下房屋处点样做。我相信阿河马就喺呢个群，二五仔咧就喺呢个群，话将啲语音全部去晒，你唔好俾我搵到你，就扑街。阿河马讲出嚟啊，有两个二五仔嘅，系啊，喺鹅颈桥打小人，啊叶秀定、河马，啊嗰两个二五仔，啊。打佢个小人，打到佢晕仔。我火麒麟正式诅咒你哋，你个二五仔啊，小心收尾嗰两三年，多病多痛啊，日日晕仔。你嗰两个二五仔，我现在诅咒你啊！你两个冚家铲啊！我诅咒你啊！收唔收到啊？大佬打倒褪啊！啊，工作事业啊，财富啊，啊，日日运仔啊！我火麒麟诅咒你哋两个点仔啊！佢哋不断向我落毒手，加害我啊！佢哋当呢条频道 YouTube 频道系佢发言咁嘅，系咪啊？我嚟 YouTube 频道发展又奸佢哋咩意思呢？系咪啊？咁奇怪嘅，啲人咁野蛮嘅，咁即系嗰啲属于系霸吓，哈哈霸霸嗰啲黑霸分子啊，嗬？霸道啊！政府应该打击呢一样嘅嘢，自早佢哋自早衰噶，睇事实嘅啫。你哈哈霸霸在这个社会
真的冇冇快乐嘅咩？仲成日要去挖，猜人哋边个教我，教识我，即系喺呢条频道直播添，会唔系冇人教我噶？系由于我俾你哋逼得太惨啦，吓我内地嗰啲平台无论任何平台，抖音、微信、小红书乜，你哋都去举报我搞我嘅，系咪？我由于嗰度都俾你哋搞到渣都冇，依家一毫子都冇咗盈利，我啲影片啊，九十几条都冇盈利，七十几条亦都冇盈利，吓抖音、微信嗰度，吓小红书嗰度都系冇嘅。啊、你哋搞到害得我鸡毛鸭血，系咪？我只不过来呢条频道呢度发展啫，都你哋都唔俾，点可以霸道成咁嘅咧？你呢啲咪黑恶势力、恶霸嚟嘅，系咪？点解得唔到社会嘅惩治咧？点解政府唔去管理呢啲人咧？啊，中国系唔允许咁样搞法噶，吓、啊。点解嗰啲佢搞到我啲微信、抖音系由于佢哋啊用嗰啲系唔系实名制嘅嘢嚟搞我啊？吓，冇得追手啊！吓、啊，如果系啦、啊，中国依家人人都要实行嗰个实名制，系唔可以乱嚟噶吓，唔可以恶搞人噶吓，系、啊、唔可以使黑恶势力嘅年代噶啦。点解香港真系连个实名制都唔去实行？系咪应该任何网站都要嗰个实名制先得噶嘛？先可以保障大家嘅安全嘅财产嗰方面嘅保护啊嘛？点解会容许呢啲仲可以有呢一班嘅人马喺存在害人嘅呢？呢班就系黑恶势力啦！他们现在不断在日日隔日日去抄抄哪些人给了我想阻断策划害我的阴谋泄露每日都跟踪我的动态策划陷害抹黑唱衰我啦这样的他们这班人就是这么卑鄙的手段的还有很多我都免得播了得闲再播。真系太恐怖啊！呢啲就系恐怖分子啦，吓、啊。我喺咗几次呢个派出所，我都有讲嘅，系抖音、微信、小红书，任何我嘅一个平台，已经俾佢哋恶搞到一毫子收益都冇噶啦。佢就话咁样唔得噶喎，你可以申诉噶喎，咩咩喎，可以即系出信去嗰啲平台噶喎。我啊。他们啊，运用嗰啲全部都系唔系实名制嘅啊，嗰啲抖音啊、微信号嗰啲嘢，之所以搞到，但系嗰啲人又信喎，佢次次恶搞我咧，啊，疯狂咁样举报我咧，系咪搞到我啲号系咪抖音又信喎？佢仲话我可以亲诶写信亲自点样搞，有啲公安。我咪得闲你嚟，被呢班人真系
搞得真的很惨，害到我。这就是黑恶势力了。这个社会的经验他们还这么大胆，还玩这些东西，想得山多喜欢虎而已。我曾经多次无数次劝你们要做好人，做个正当人家，做个好人嘛，做好人好事才好嘛，成日想着家坏人。人哋火似而家都查緊我啦，人哋應該點樣啊？手續上應該點樣咪點樣咯？佢就時刻係啊，即係喺咩人哋火似啦，係咪？即係俾壓力人啦，係咪咁咯？人哋火刺仲要佢嚟逼系嘛？火刺都俾佢逼啊，俾佢攻击啊，啊！点解会社会有呢啲分子存在噶？呢啲直情系黑暴分子啦，都仲唔清除噶？即系政府部门有间部门，点解唔管一管呢？人民財產做政府的就應該是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為什麼都沒有做到呢？習主席說的，政府是，不好意思下播先，那些衰人又搞我們。